则明其所行，非官得失也。得故不可，失亦如之。真既不能，悔亦如之。此词重在因时制变，上六十之穷，故体变未用，不得以恒情之意其变也。节制上六，已无节矣，不可争，又将息灰，根本不存，知节息重，卦内真外微，在外难真一微，上六两穷，故爻辞如此。象曰：苦节真凶，其道穷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相试彖文中，卦未尽无，卦用已尽，为时非未，行止俱穷，故守则真凶，行则毁亡。总不外明节用以致辨时，辨节之节不足称矣。故君子慎始，而重在先制度数，易得行，无呆其穷。穷则欲节，亦不及。在六三，所患在太过。在上六，所患在不及，过与不及，皆立中庸。此节之必变，而亦以中服者也。